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，他是我的恩人，他是我的老师。我的小品 80% 都是经过他的手。早上8点，潘长江再次发文，一夜没睡，做了一宿，想起了我们在一起奋斗的每一个作品。快过年了，本来过几天还要请您给我导几个小品呢，你走得太突然了，这算是拒绝我吗？为什么这么不讲情面？一个月前咱爷俩已经约好了，您不守诚信，真的是无法接受。李导，谢谢您对我的帮助，谢谢您为喜剧做的贡献，喜剧人不会忘记您，爱您，一路走好。青年演员杨新立也为国悼念，您的一生注定是不平凡的，沉痛缅怀著名导演李春明老师，您的教导永记心中，一路走好。李春明在潘长江艺术之路上给予过莫大帮助，曾创作的《过河》《桥》《开学》《求求你》等经典作品在央视春